好，跟住咧到 A 二啦，咁咧都係有啲 pseudocode 啦，四行 push B push B push B 十個二十個三十個蘋果，咁但係咧最尾個行咧比較特別啲喎 ，push B 依堆嘢咧就要 pop 翻兩節 B， 再加埋佢先至 push 上去嗱，咁所以咧第四行咧要做咗呢兩個先，先至做 push 個動作。咁 B 開始咧，同樣都係一個 MT 嘅 step 嚟嘅。好，我哋睇第一句啦 ，push B 十，即係十個蘋果啦。所以第一個箱喺底咧就係有十個蘋果。第二句叫做啦 ，push B 吸埋二十個蘋果。第三句，第三個箱三十個蘋果。好啦，第四句咧就係最出奇嘅啦。即係 push B， 咁但係咧，你 pop 咗呢兩個先嘅 ，pop B 再個 pop B， 咁啊由左至右做啦，咁樣啊，依個第一個 pop B， 我哋 pop 啦，又 pop， 咁咧佢會攞埋嗰個三十出嚟嘅嘛，佢 return 一個 number 出嚟嘅，我哋咧就由咗佢先啦，三十，咁 pop 就係個咧，好有啲三十就冇咗啦，咁啊三十咧就會記喺。我哋當記住喺呢個位置先啦，三十啊。好，跟住啦，第二個加 pop B， 同我一樣咧，又再 pop 多次，咁就二十就攞出嚟啦。誒，我哋不如擺呢度啦，二十。咁跟住我哋可以遊咗佢，二十冇埋啊，即係連個箱，當然啦，個箱都係攞走咗嘅。好。咁跟住依度我哋會做嘅 addition 啦，三十加二十就係五十。咁所以咧，最尾 push 嗰個 number 落去咧，喺 B 嗰度咧就係五十個蘋果嘅。咁所以五十咧就 push 翻落去，就放喺翻喺依度嘅喎。得，咁咧就再 final 嘅 B 嘅狀態就係十五十。